继续聚焦青岛世园会，地上精彩无限，地下别有洞天。建在瑞典展园地下四米的全冰建筑“梦幻冰吧”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。它的建筑材料首批20吨来自北极的冰块，刚刚运到了青岛。我们这个冰呢，都是来自于瑞典北部北极圈里边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镇，叫 Yggdrasil。然后呢，在那边呢有一条特别纯净的河，冬天冷了以后，慢慢天然的冻成了这么厚的冰。因为呢，如果冰速冻的话，它上面会有这个很污土，但是呢，这个冰特别的纯净。这个面积将近80平米的梦幻冰吧，将要用到100多吨冰块、冰墙、冰屋、冰酒，甚至连杯子都将会用北极冰块打造。设计理念有3点，一个呢就是学到一些新的东西，看到过去没见过的东西；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带着微笑，是一个体验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这个能够体验到瑞典地地道道的瑞典的原汁原味的文化。此外，瑞典展园的地上建筑也别出心裁，它以著名的林奈花园为原型加以变化。从天空中俯瞰，整个展园呈汉字瑞典形状，既有北欧风情，又包含了中国元素。四面墙呢，分别有红木板农业社会的瑞典、砖墙工业化的瑞典、玻璃的现代创新的瑞典和未来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瑞典。